文扬，曾瑞，来。这回是要送予你。曹睿，我等真久呢，为了准公你落跑，唔敢来啊。我哪有可能落跑？对我来讲，你是我理想的未来呢。我真无简单，才等到你真心接受我。我当然爱看马家边朝你冲过来呀。我知道你是来验收成果的啦。虽然哦，我为了浙江偷偷认识几啊遍啊，不过毕竟哦，我是头一摆求婚。小等哦，我若是表现无好，还是有互你无满意的所在，你是莫生气哦。陈文瑶，我嘛是头一摆叫人求婚，我要哪会知影讲什么是做好，什么是做唔好？我干那会当感受到你是有心还是无心尔？有心当然有心吗？超越啊，这应该真清楚才对啊。因为你是真念着，一旦进入了我心内的人，小弟我讲的话，拢是我心内话，你一定要好好听清楚。超越。我是一个慢熟的人，尤其是面对感情，我特别细腻谨慎，还是因为烦恼，我无稳定一半心，会去拖累我所爱的人。但我即马无同款啊，另外人生慢慢渐渐的加大，慢慢雨过天晴时阵，你出现啦。虽然爱情一开始甲伊帮人颠倒摆，啊，不过请你相信我，我会决定把我真心交予你。以后我对伊个宝宝，伊得真忠心，我会负责你，我永远拢袂离开你。曹月，你敢愿意相信我？你敢愿意给你个宝宝比来教我？我绝对相信你。看住你我的心内，哪讲一两字，谁人甲你比？感谢有你，一年过一年，为咱两人散休。曹月。多谢你愿意相信我，我袂用讲谎言卡意，甚至面对爱情，有时阵真插头，我嘛可能无多你一段，曾有童话般的浪漫恋情，阿母甲你保证，以后我会替你找方便好无？不管什么时阵你需要我，我一定会尽力保护你，我会给你真侪真侪安全感。我相信，咱未来人生一定真幸福。超越，你敢愿意嫁我？一世人，你对我愿意。
以后我也会替你分忧解劳，尽心尽力想来家。你总是做我的明灯，两字，谁人甲你比？感谢有你，一年过一年，为咱两人散歇，为这个家开机。牵手，超越，多谢你，多谢你，我会给我一个，是我一个宝宝机会。真的多谢你，我慢我的理性。啊，你现在不应该说这个哦，你应该拍摄我不记得，我稍微紧张啊。这两字，谁人甲你比？感谢有你，一年过一年，为咱两人散歇，为这个家开机。宝宝，以后请多多指教。若讲这两字，谁人甲你比？更暗暝，慢慢变成惯性。有你的气味，是我上思念。哎呦哎呦！超越，欢迎你，欢迎你成为当家一份子。阿姨，这个赶快回。我会送你，欢迎你成为我的情人。哎，今天是人家婚要求婚的，别手机那会红头啦。对哦，那边有迄个意思讲哦，伊阿哩亲像婚宴呢，会一个正式的求婚啊。你，我哪话你讲啊？无啊，你免甲解释遐济啊，创啥啦？莫遐乱啊！哪讲到这点嘛，我早就比小雨啊早一步啊，我早就得到朱丽萍讲一句我愿意啊。我愿意哦。我愿意，不，这碰壁吧。小瑞，来，安总，你见牛吗？来，准备好没？倒数了后，就用这支针，把气球堵好破。那是内底的纸皮是哪色的，就代表超越八道内底是男宝宝；那是粉红色的，就是女宝宝。啊，那是有两种色，就代表上色啦。这边哪有可能啦？我哪有可能八道内底一届点两个宝宝？好啊，来准备倒数啊！来，我。5、4、3、2、1。小心，咱头前宝宝是大宝的。喜欢小情人呢？哎，唔对，那咧就是我的情敌啊咧。
不要紧啊，我帮你讲完。啊，我巴肚内这囡仔，既然是大伯孙，啊，这下真正麻烦了。万一多生了，真是需要阿我巴肚内这个黑妹黑，阿我甲陈家迄等人一定袂放伊走。阿妈，你是安怎？我看起来足烦恼的款啊！啊，哪有可能会烦恼啦？你阿妈哦，欢喜都袂赴啊！那真正要烦恼哦，嘛是应该烦恼讲哦，以后看要安怎替你照顾你的身体，啊，够你巴肚内底 baby 哦，要安怎才有法度甲你顾到头好壮壮？妈，我来讲对无？是啦是啦，怎么讲？要顾囡仔这款代志，哪会用让陈中心遐去做呢？妈，那这你都唔免烦恼啊，交予我来处理就好啊。再远。其实我发现阿伯，伊做对不起。秀兰，你怎个来啊？什么代志？讲真，欢喜，空出来平衡一下啊。家姐，我有提早挂断来，啊，那无都白富听到超越两行喜事啊！两行喜事，头一行喜事哦，就是文瑶已经正式向超越求婚啦，而且哦，超越嘛答应啊。呀，恭喜呢！哎，那呢，我这个阿伯应该要准备什么结婚礼物，送给我上宝贝的孙啊？哎呦！慢的啦，我都还没讲完嘞。你嘛听我讲完哦，再来决定讲要送什么大礼给超越啊。第二项喜事就是这个红卵。红卵？嗯。你是讲超越巴肚内的囡仔是查甫哟？冰冰，正确答案。你看，咱超越是咪足够的？头一天哦，都是查甫的呢。哦，别个迄单中心哦，以后无中心，咧超越拢袂用诶。哦，不过你也讲到这么欢喜呀，超越，你甲看，咱一家人拢来替你欢喜咧，你一定要加油啊！千万唔通辜负大家对你的祝福，啊，搁唔忙咧。哎，对啦。我是应该传什么大礼哦，来送予超越阿哥伊巴肚内囡仔咧。嗯，我先去跟一跟，别装。阿哥有啦，我预计来过分，送予母阿囝。你讲好唔？我想超强应该没有意见啦。超强当然嘛没有意见，啊你这个阿伯做到这样水亏着，我感觉安尼真好啊。到时阵超越若嫁去陈家了，才袂予你陈中心看无。超越，有阮这个后头厝予你靠，你以后就毋免惊陈家的人会甲你欺负啊。阿姆，今仔就多谢你，叫你全心全意在替我设想。哎呦，三百，这阿姆敢会做呀？你看，恁阿妈哦，拢感动到安尼啊。超越有心，我要嫁予文瑶呢，应该欢喜才对啊！这算讲是双喜临门的大喜事啊！你哪油头革命的啦？啊？无啦，我哪油头革命，我足欢喜的。啊，我那咧想讲哦，我唔知要安怎来教我咧调养身体，甲这囡仔顾会用劲。我请你原谅阿妈，无法度对你讲出老实话。阿妈在烦恼讲你今晚有偌欢喜，以后你都有我相信。好佳哉，我赶回来的时间掠个准准准，若无超越在讲把握个什么代志啊？安尼代志就会愈歹收煞。